Trust 子瑜总是以其无与伦比的视觉效果而闻名。当子瑜作为 DRYP 练习生首次被介绍时，他就已经成为公众和公司员工关注的焦点。然而，尽管子瑜拥有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，但他并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。最近，一位网友分享了他对子瑜的看法，表示子瑜从不努力证明自己的美丽，他本来可以更加突出的。子瑜真的太低调了。Jesse 甚至曾经说过，如果他像子瑜那么漂亮，那我什么都敢说。但子瑜所做的一切看起来都很自然，尽管他可以利用他的美丽。对此言论，很多网友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说道：“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。子瑜不像其他人那样试图表现出魅力，子瑜的美是毫不费力的。我想拥有他这样美丽的外貌，我一定会很嚣张，继续散发魅力。子瑜这个类别没有对手，不愧是女团真人美貌第一人。” 颜值、身高、身材全都拥有，难怪被粉丝调侃太自私了。对此，大家如何认为子瑜的美貌呢？欢迎留言。爱豆韩舍，每日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